普通单车接上中古汽车马达，就成了人力发电机。你踩个15分钟，可能那个手机就够用。他是工程师老范，他的家是绿能发电厂。你看这个是方格子的，这个是晶圆的，单晶的。顶楼的太阳能板、发电风车，这些种下来的绿电，却没让老范省下荷包。这个电池它有寿命问题，对，太久的话就会越存越少。我原本有6颗，那淘汰2颗了，这一颗要9000多块。老范的储能难题，正是台湾乃至全球发展绿能的障碍之一。但新竹工研院与美国史丹佛大学携手掀起一场电池革命，可以很暴力的去蹂躏它。它都不会有泄漏，不会有任何的短路的一个问题。薄薄一片就像一张纸，打破传统电池印象。铝离子电池虽然外形瘦弱，但内在相当顽强。任凭钻出千疮百孔，电池上的 LED 光源证明它的金刚不坏之身。不公平的是，它不止物美，而且价廉。因为主材料的金属铝与石墨，相较金属锂来说，蕴藏量远远超过目前的锂电池材料的这个市面上的价钱，大概是从每一度电350块钱美金到500块钱美金的水准。我们估计，当铝电池量产之后，它的价格可以低廉到250块钱美金一度电。储电成本相当打7折，甚至对折。未来绿电或许也能高贵不贵。火系电池内部无数微小的绿铝酸根，相当于媒介，能快速来往石墨与铅金属两极间，意味着它的充放电速度相当惊人。那这个就是一个所谓的示意的小电池，那这上面的这一个 LED bar 代表的就是现在这个电池大概的一个电池的容量。实地测验不到1分钟就将能量条充饱，未来如果应用成熟，当我们的手机没电，可能打个简讯的时间就能充饱电。目前先从路上跑的交通工具先试水温。我们估计过，铝电池在国内，取代汽机车电瓶，取代这个现有的自行车、电动机车的电池，以及这个给这个家庭储能使用的市场，在国内的产值就是到100亿。铝离子电池来势汹汹，而目前市场最强势的锂电池，为人诟病的是安全隐患。看看这只 iPhone 6 Plus， 整个机身被炸成2半，焦黑一片。行动电源面目全非，外壳焦黑变形。据统计，锂电池每100万颗里有3.45颗会短路爆炸，数字看起来不高，但全球光是每年就生产超过31亿颗的锂电池，相当一年超过1000颗会成为不定时炸弹。工研院另一组团队推出 Stoba 技术，号称电池界的保险丝。碰到危险的时候，像说我们知道内短路是用针插进去啊，哦，那个温度急剧增加的时候，哎，它就会反应，然后就让这个电化学反应就终止。透过穿刺实验，一般电池瞬间爆炸，而 Stoba 的电池只有微微膨胀。革命性的突破，连日本电池大厂都罕见取经。第一次接触的时候，我记得在他们研发中心，他们20几个研究人员，类似拷问啊，或者是 presentation 完，哦，因为在我看来是。也许是太好了嘛，他们反而怀疑更多。最终真金不怕火炼， Stoba 吸引日本企业3井化学来台设厂生产，它在世界的通路、国际的品牌是比较有优势啊，所以这样子两个强的结合在一起，我觉得是一个帮助我们走出去啊。希望有一天是看到 Stoba 这几个字哈，大家都对它更安全、更放心啊。不管是 Stoba 还是铝离子电池，台湾研发表现可圈可点。国家发展绿能产业，很少被关注到的储能技术，或许能扮演关键的临门一脚。